你还记得咱们高一的时候，学校公告栏里贴了那长达5000字的情书吗？全校围观那回，就是这高俊写的。我怀疑他还有点喜欢我。我想，如果许由宁还活着，你还爱他吗？由宁，人生变幻莫测，他对你说的每一句话，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都是有目的性的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想搞清楚他到底为了什么而来。许攸宁的事你千万别掺和，水太深了。我的攸宁被人给磕死了。滚，把话说清楚。够了，你混蛋。您看看这些东西到底值多少钱？这不是钱的问题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来帮你，是因为我喜欢你啊。你喜欢我？你也喜欢我？你告诉我，我喜欢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？你呀，用个文化词形容你就是饮鸩止渴。那个念朕。